我发现现在万达也不卖衣服鞋了，都开始改做汽车的这个综合体了。这都是啥车呀？天际，真是我的知识盲区。现在新势力实在是太多了，哪吒还是知道的，应该是哪吒威吧。然后这边是极客，接下来可能还要有长安深蓝，传统品牌有广汽本田，远处是小鹏，小鹏 P5 这个车预售的时候我还订过，但是后续发现它的预售政策不太好就退了。现在看来的话，当时还没涨价，要是真订一个也挺好。合创汽车其实跟爱安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好像有蔚来的股份，然后欧拉这里边还有芭蕾猫，比亚迪就不说了，比亚迪现在老大了。对面还有这领跑的话 C11， 然后主打的车型应该还是领跑 T03。 这华为 iTo 问界 M7 都有，设计跟 M5 是一样的。指导价是31.98万到37.98万。尺寸大了不少。它配置方面的话，除了续航更长了之外，别的它两台车有什么大的这个差别吗？这个要是当着小的 MPV 用也可以。内饰有别的颜色可以选吗？内饰黑色，还有白色，还有一个杏色。这个车我之前在路上见过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牌，叫爱驰。然后广汽爱安就不说了，爱安这个车在海南、在广东都非常常见。爱安 V 啊，爱安 Y， 还有爱安 S， 它店里应该摆的是爱安 S 的 Plus 版，还有 V 的 Plus 版，啊不对 ，LS。然后前边。祖传的50红光 mini， 哎呦我天，真热闹。第一是我们老家的品牌就不说了，而且红旗这万达现在的关系，也是有目共睹。